这个乌龙真的蒙提看起来好喝。真的超级可爱。七上八下就得嘅，咁樣做。但係你咪浸耐少少咯。再一個茶。你先咯。還有。应该好了吧？哦，拜拜。都有几靓啊！好啊，唔会磨晒嘅。头先嗰个嘢系烹炉，即系叻好了一个小时。唔知，好似鸡软骨咁。哎，可以这个精细化补水，这些科技支撑将永远。不是生长方还是什么？这天晚上我们是3点睡觉的吗？我今天9点就醒了，然后现在要准备去这个景点。让我洗一下眼睛这边，昨天接的假睫毛，所以今天还是擦多一点，不要碰到它。今天我们要去户外玩，所以就我故意穿了有一点袖子的，因为不想太晒。我没有带牙膏，所以我在香港买了这个 Crest， 这个我平时会在美国买，觉得很好用。但最近我们欧洲那边已经有那个 Oral-B 的一个系列，就跟这个特别像，所以我觉得我就开始用那个了，就比较好买。
Morning. Coffee. 你要进来吗？要不需要。好，我们五分钟。Don't worry. See you. Coffee.这里可能之后你那个车就变成了一个 resort 了，小朋友在那里玩水吧，就像刚刚那个一样。现在没人好玩一点。红茶，但它的名字是金色山脉珍珠奶茶。不是很清楚这个金色山脉是什么意思。Maybe it's the name of the tea。然后我加的是少冰，然后少甜。嗯，试一下看喽。好喝。味道有一点奇怪，因为我要了一个 sugar substitute， 就是代替的糖，然后可以喝出来那种有一点 artificial 的糖味，我觉得还是挺香的，可以喝知道那个茶的味道。It's an awful house. I wanted to get you. 我也可以拍拍。我感觉就差不多。就
放进去吗？啊，清淡一点，谢谢。谢谢。啊，味道好正，我觉得可以嗌多啲。Breakfast， 早餐，又是一天的麦当劳早餐。It's black coffee, but I think 这个应该是 yeah creamer. Guess who's going to 吐槽 the creamer again? Another hash browns again, yay. 这个是我教的。香芋派，这个菠萝派，看一下哪个好吃。是我没有叫那个 chicken patty， 我上次吃的太饱了。我觉得这就是 scrambled eggs with a bit of cheese， 就比较简单，但还是有一点点 ketchup。到成都双流国际机场，本路段为临时下客区。什么？嗯，香香的什么东西？那个 virtual tour， yeah。保持安全带系好，口罩佩戴。